这不错，莫名其妙，绝对不会大太阳，绝对不会下雪，就第一天大太阳。你们不是滑雪吗？大太阳，我们去就从头到尾都是大太阳，而且我们第一天开始担心雪，不会融雪啊，对啊，就是太融了，就是太融了。然后我们最后一天回来的时候，几乎都融。